时间啊，过得真快，2016年将要过去了。所以我们呢，要很珍惜时间。人生啊，就是因为时间，让我们的人生呢多彩多姿，也让我们的人生呢苦难偏多。各位想一想，不就是因为时间吗？记得我自己的时间，曾经有过的，有无数个的我，把握在每一时刻的分秒，把这一念心，不要让它偏掉，这就是最实在的每一刻的我。这一刻的我过了，这一刻就没有我。但是呢，每一刻呢，都还是要有我。没有我，那就也无法呢，那一念心啊，定下方向。所以，是有或是没有呢？过去的真空啊，那就是没有。那把握当下这一秒，就是妙妙有，就是这一念间，真的很奇妙。你选择对了，51年前的那一念，选择对了。才会有绵绵连连的这样延续下来，这样的延续要有无数无数人的认真，认清楚那一分的妙有，要认真啊，要认同，看到了，要实情的，人人呐、啊。都是把经文啊背诵铭刻于心里，在这2000多人的里面啊，可以在同一刻一念一所动时千所动，这种一念心很可期。这个瞬间一念间那样的虔诚，我们每一次在祈祷一定呢要人人呢共同一念心凝聚起来呢，那一股心力虔诚就能上达诸佛菩萨天龙护法听啊，不是不可能，是真诚的心。我很期待人人呢，要把经典铭刻于心，这是我最最重视的。我们的修行内修，要以大从和内心的真诚修行，不是有人强迫我去修行。是我真心要追求的，那是诚意，诚意的。所以过去呢，在道场里面呢、啊，听到了炉香赞，只要听到了这诚意方音，我就心里呢有一种不可形容的哈、哦、那样的激动。就是要诚意，这样要很殷切的诚意，所以我对诚是很重视。各位，诚正信实是我们慈济人呐、啊，人人呢、啊、
所要重视。你修行，你一定呢要弃除你的烦恼，要免除弃掉了，清除你的无明烦恼，无明弃除，还要呢有尘沙的惑念，这就是有一点怀疑，连那一点的怀疑不清楚都不可以，所以要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来弃除，一层一层的弃除，好好的清理呀、我们的本性，本性本清净，就是真如。只是呢，就是让我们呢，累生累世啦，这样的习气啦，来熏陶，熏，让我们的心地呢变色啦。你看你的肚房啦，心心的肚房。假如呢用久了，哪怕在洁白的瓷砖呢，也会被烟熏的呢变色。同样的道理呀、我们的心啊也是这样子啊，凡夫心，你昏如故了，那这个色都如淡。我们要清理它，总是要用更久的时间。我们众生就是这样啊。那么看到了那几位呢，因缘成熟，命中有贵人，他的生命中有贵人呐、慈济人就是要人多呢，眼界才会看得很开。一眼观十，千眼观，你的范围看得开了，才能看到了多少人需要我们呢？有缘啊，及时去接引他。曾经有过的、走过来的因缘，一旦呢，一旦改头换面啊，吉星过来了，他再回过头再接引的，一定呢会接引的无量无数哦。而且呢，每一位都是因为曾经过来人，在化霞鲁聘啊，读书在咧带人啊，迄、个过程呢，有层层的险恶的道路。因为有走过来的人啊，就会知道他路还有多远，他就会有智慧啊，让他们的心念呢不要偏离这一条道，这都是佛陀的智慧，他用这样的方式来教导我们，我们现在呢就很踏踏实实的用心诚意来体会佛陀的心啊，来运用你的智慧来学佛法，这都是呢我们要做的。现在普天之下苦难偏多，我们更需要呢大爱之道了，天地之间寰宇啦，我们天地之间更需要广辟寰宇哦。那长情之路哦，古往今来，从过去的过去啊，无量劫以前，我们都是有缘而来的。这一生中呢，我们在缘很成熟，这么多人呐、凝聚在一起。同一个时间一念心，
刚刚见证到了，这是因为呢，同一个时间，一秒钟，一念心啊，我们才能呢看出了台上台下入金藏的人，不管是委员或是慈诚队，他们的翻转人生啊，这都是长情大爱的。所以常常说拉长情扩大爱，各位菩萨还是永远永远当情爱救护掉啊，爱一一缘一缘滴滴延续落去吼。